的包装是非常的恐怖。哦，真的很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Coco TV， 我是 Coco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挑战这一个日本全新最极限的辣味泡面。Goku Geki Kara， 这一个呢，就是日本的升级版的最辣极限的泡面。之前的话呢，它有出过三款的那种辣味，有分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的。到了那个第三级了过后呢，很多人都说不能再吃了，因为非常的辣。现在他们又在出新的这个第四级的，而且你看它的包装是非常的恐怖。那这一个好像神像这样子，这边有一个 caution 的标志，有注明写着说不可以给小孩子使用，因为这一个泡面呢不是像普通那种辣味哦，它是超级无敌的辣哦。如果呢你本身不是很能吃辣，尽量不要碰到这一个泡面，很恐怖。这个泡面呢听说很辣嘛，然后我老公一直以来是不能吃辣的，一吃辣的话他就不敢再继续吃下去了，而且他吃辣了过后呢，他完全是会飙汗的那一种的。我第一次拍这种 friend 很紧张哎。OK， 那我要开箱咯。那你们想继续看下去我有没有挑战成功的话呢，拜托请在这个底下右下角按个订阅，打开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影片就现在开始咯。那我本身呢是非常喜欢吃辣的，喜欢吃辣，喜欢吃辣。你好，一包这样的蔬菜。重点来了，就是它的酱料，这边也是有在强调非常辣味的成分，要多注意。OK， 我现在要搅拌给它均匀先。哇，我觉得我要戴黑墨镜来吃哎、欸，真的你会感觉到那个辣哎、欸，很多，怎么吃得完？现在要开动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辣，真的辣的嘞！我不晓得我会不会把这个整罐的牛奶一次过喝到完呢？惨哦，我才吃不到一口啊，然后就很辣了。它这样一点一点一点这样子的，它好像有加了很多那个辣椒粉。哇，哪里能吃哟？真的很辣，我的嘴巴红了，我的脸也红了 ，Oh my god！哇哦哦，好辣，好辣！啊，我不能再吃了，好辣！啊妈呀！不行了，很辣。我要晕掉了，不吃有点浪费，麻掉了，怎么办？哇，麻到我的鼻子都痛了，麻到鼻子都痛了。
笑，真的，这个辣真的是，哇，它比小辣椒更辣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想要挑战吃这个日本的地狱拉面的话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很辣。我擦雪糕，真的很辣，我嘴唇都已经麻痹了。哎呦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今天挑战失败，完全挑战不了这种太辣的东西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拍的这一个日本的地狱泡面的话呢，欢迎都可以在这个底下多留言、按赞给我，并且还没有订阅关注的，按一个订阅，打开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很快下一期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本新的 yakisoba 的，好吃的，好吃，我刚刚都已经吃了一半了。什么味道的？它是黑酱油的味道。哇，不错。